改天玩，我改天不一定能打这个区喽。好，换一位水手，刚才那个叫什么？什么什么星河？那个他演四星河，来吧，你开。这两天播的直播播的有点累，不知道为什么。复盘一下，下路老鼠怎么隐身跑的？我当时他跑完，我就告诉你他逃跑路线了。他必是像我说的那样啊，从下面贴墙边走的，那必然。然后咱们直播间的话，给大家抽个号吧，咱们抽一手吧，抽一个10分钟啊，一张办卡参与抽号，好吧？奖品的话是写的异鱼翅，但你中了异鱼翅的奖，等于中了直播打号。要求分段在黄金以上，钻二以下，一个教学分段啊，最低最低不能低于黄金四，就不可以低于黄金四。如果你低于黄金四，就不能参与这抽奖。啊，咱们10分钟开奖，10分钟开奖啊，一张办卡就可以参与抽奖了。感谢凝重的抬头纹送的办卡，谢谢抬头纹的办卡。你换个皮肤行不行？他这个号只有8天。死在眼前，也甘愿赴汤蹈火去走它一遍。最近在搞活动吗？最近没有活动，等100万粉丝就有活动了，马上了啊！兄弟们，有办卡的可以送一张办卡，一张办卡可以参与抽奖，奖品是异鱼翅，异鱼翅等于直播打号啊！我们10分钟开奖，要求分段在黄金以上，黄金四以上，最低不能低于黄金四。奖品是直播打号。感谢我只是你的故事送的10张办卡啊！杰克，一个火箭，你能跟我兄弟双排两把吗？我兄弟特喜欢你。你兄弟叫啥名？不用送火箭了，就排就行了啊，不用送火箭。你杰不是那种送火箭双排那种主播，你想排，喜欢杰克排就好了。寡妇，我们这把可以带个无效化法球，
再戴个魔号嘛。一张办卡就可以参与直播打号了啊！咱们现在的话参与水友比较少，不多啊，中奖率很高，一鱼吃等于直播打号。上个厕所。再遇到那种无脑喷队友的啊，我直接屏蔽了，兄弟们，我也不跟他们多逼逼了。有无脑喷队友的直接屏蔽，记小本本上，把他 ID 记下。哟，谢谢银河系第一扳手啊，谢谢手子哥送的66张办卡，谢谢手子哥。对面好像是想打一团，应该不敢啊，我觉得我们家有莫格纳，他们一团打不过我们呢。我这个发型像个阿呆，兄弟们，我有数，我知道，我这发型跟个呆呆一样，跟个憨憨一样，我是阿呆，在这儿啊 ，W3F6，利用护符的被动挥血，我是憨憨。像寡妇这个英雄的话，咱们三级能入侵一下，三级找个机会入侵的。好，直接进到野区，我们走到河道可以开个扫描照一下。是不是打 F6 呢？这人应该是红开了，应该是红开，确定了。中路抓一下，这边应该杀不了，但是可以消耗一下 ，A 一下 Q 一下 W 一下啊，打三段伤害就可以了。寡妇还没打蓝，咱们直接去下边吧，看能不能把他蓝收了。但是这波咱们对面下路压线的话，寡妇发信号，随时应该会来骚扰我，不会让我这么轻松拿蓝的。但是现在还没有来，我直接去吧，我直接把他蓝先反了。他们打蓝速度还行，不慢。好，这波下路有机会了，看莫甘娜能不能主动找个机会往前上，先出来逼他们走位，没勾到直接撤出来，来直接撤出来，直接撤出来，要出事，没 Q 到咱们就第一时间直接回头啊，别不要回头，再 Q 一下 A 一下，这一拉出来，来个 W 型的吸口血，
寡妇要来了，先往回拉，这边可能会交闪现，咱们也跟闪现 A 一下 Q 一下往回拉，别着急，等个 W CD， 这边可以上。寡妇没有技能的，来个 W 就 Q 能直接带走了啊。W 回血加 Q 能黑暗收割伤害，一共是三段伤害可以直接带走，还可以。这边打了个一换三，很赚。推一下兵线啊，吃一下河道蟹。像寡妇这个英雄，你比如说像寡妇呀、豹女呀这些英雄，交了闪现，他没有位移。其实豹女还好，豹女还有 W 位移。像寡妇呀、死哥啊这种英雄，他都是有伤害，交了闪现以后就没有位移了，你就可以直接闪现上去平 A 减速的。哎，先打个 AQ， 然后交完闪现，打完 AQ 减速以后，让你家一泽先 A， 赶紧先回头，等个 WCD， 然后这时候再交 W 回头。如果你的 W 技能你不能保证百分百命中的话，你就再往回拉一拉，就让一泽去 A 他，什么时候寡妇交技能了什么时候再上，就再稳健一点。好，咱们直接 B 了，先回波家。这一把的话咱们六级可以进化 R 技能，我买个提亚马特吧，我想六级进化 R。 六级进化 R 也不用买提亚马特，这一把我们就正常买这巨软臂加长剑吧，让伤害能高一些，看情况啊，看我们六级那波节奏怎么样。如果节奏好的话，我们就进化 Q； 节奏一般的话，我们就进化 R 技能。吃个红升六级了，咱们现在升六级的话要直接去打小龙，把小龙第一条小龙控起来。我进化 R 了，我要去下路抓一波。这边下路寡妇也在附近，可能要三打三，但三打三有机会。这边可以直接上了，开始往前走，先加速。给我上个黑盾，怎么给自己上黑盾呀 ？A 一下开 R 技能，再 A 一下 WQ 啊，怎么给自己上黑盾啊？吃河道蟹。寡妇应该还没到六级，不用怕。我们吃个小龙，这边还有惩戒的。给我上个黑盾！给我上个黑盾！给我上个黑盾！给我上黑盾，好，直接跳上去，先平 A 减速 A 一下，接 W 技能，往回回头一下，别着急，可以。我估计这波寡妇应该六级也在附近，要不垂直不敢这么上。A 一下 Q 一下 W 一下，打开收割往回拉，还真眼。对面的下路疯了，这寡妇不在附近这么上，把这也去吃一下。这波确实是不小心的，不是针对你。先拉进草里，等个大招 CD。B 了，先回波加。把木刃买出来，这进化 R 一定要买木刃啊！把木刃能多早做就多早做。这个 R 进化 R 技能的螳螂核心装就是木刃。太核心了这个东西，因为我们进化 R 的话，主要目的是在于
削弱 Q 技能的这个作用啊。Q 技能伤害不变，但是你进化 Q 可以在相同时间打两个 Q， 没进化 Q 的话就只能打一个 Q。但是我们这个 R 技能啊，隐身时间变长，就操作空间就变高了。再一方面就是可以触发默认伤害，这个默认就很好触发，可以打三段默认加无形威胁的伤害，每一段默认加无形威胁的伤害都很高，三段特别高。好，往前上一上，再进一下寡妇野区，接 EQ， 开 R 技能，他没大招 ，Q 一下，闪现 A 一下 ，W 一下啊。这波的话，咱们只能交闪现了，因为这个寡妇的话，惩戒留人了啊，交了个大招，交了个这个蓝惩戒，往回拉一拉，这诺手来了，诺手来了，诺手来了，先撤出来，好，再进去把他野怪吃了，搞个先锋吧。上路先抓一下，这波上路可以抓，咱们伤害很高，有木刃，抓一下，可以，保持距离，不要让诺手打五层血怒，这波 QA 直接斩杀了，但是别被他打断，妈，你这闪现背的，我操，我不交易好了，没必要啊，我正好交个E技能。这波也不能怪他，因为他可能以为我没E，想闪现背一下帮我留住，但是我有E，不怪你。来个鞋子，买个水银鞋，这把这波只能说就是没什么配合啊，但是这链接没问题，咱们也不需要就是怎么样，谁也不用怪谁，就配合没打好。中路有机会，等他补炮车，别着急，他会吃这炮车，开始往前走。A 一下 Q 一下 W 回个头，开始往前走，接 E 技能 ，A 一刀接 Q 技能，往回拉惩戒加速，撤出来，一定要有个回头动作啊！因为你这波跳上去了，他肯定会直接秒大你，回一下头的话，他正好大不到。但是这不是老蛇女，真正的老蛇女，你跳上去了，他都不会交大的，除非你能跳上去把他斩了，你斩不了我肯定不交大，这是老蛇女。但白金的话，这蛇女就属于是正常操作了。定一下，这寡妇怎么玩的？这寡妇，你这不用大招交位移，反向大招吧？他应该怎么的？交个反向大啊，利用大招位移到我这边来。他可能是觉得大招距离够，能扫到我。现在整个节奏还不错，但是团队并没有太大的优势。这波诺手没闪，他死了。别整些话里胡哨的啊！我们把先锋收了，
但是现在已经14分钟了，先锋的战略价值没有那么高了。中路抓一波，这波成功的话是可以拆一塔的，要咱们强行拔一塔吧，强行拔吧，直接强拔，先往回拉一下，骗他个技能，给他背身，背点血，可以，这人没技能的，开点技能，先往回拉一下，别着急，先往回拉，再开始往前上，闪现 Q 一下，给个 W 技能，哎呦，伤害不够，开始再往回拉，这太难受了。这伤害不够，得尴尬。这个太难受了。嗯。好，我们十一级了。到我们的强势期了啊，两段进化，咱们十一级进化个 W， 选择一个二 W 进化，这边可以杀女警，有机会，能秒 ，W E Q 接平 A 打一段伤害，接平 A 带走，哇，你这个时候的 Q 技能是真准，兄弟，这也太准了，还行 ，A D C 不值钱啊，要值钱的话这波就有点伤。我们等个 W 技能 CD， 看一下红在不在，我们可以找机会蹲一下啊，到最前面这个位置，咱们这波代号行动代号为地雷，我现在就是一颗小地雷埋藏在野区，看谁来踩我，除了诺手咱们其他人都能秒的，好像是没有人踩这个地雷，但是他们中路这兵线肯定会有人吃，我可以等他们一会儿来这吃兵线，我就秒他。好，那么女警的话，你触犯了我这颗地雷，走个位，先 W 减速往回拉，开始往前走，这边给上黑盾了。哟，确实搁下边接应一手，开始往前走，别着急，来个 WQ 接平 A， 欠 A 一下往回拉，别着急，这边先拉出来，反手接 EQ 带走，因为这边如果你不拉的话，女警一个暴击咱就没了啊，就怕女警暴击。就我这血量，他一枪暴击我就没。这个进化 R 的螳螂是很脆的，你不要像进化 Q 螳螂那么打，说白了就怂。你看着很怂，但是节奏很好。等你什么时候不怂呢？等你把这装备把夜刃摆出来，有三件套了，你就可以不怂了。回家把战士刀买出来，进化 Q 不是加坦度，是出装思路不一样，咱们进化 Q 的螳螂啊，这个出装一般不选择咱们这一套，而且 Q 技能的话属于这个远程，咱们平常就是可以一直打 Q 完了再 Q 完了再 Q， 但是你进化 R 的螳螂，你打完一套伤害，如果你不马上撤出来，你是第一时间没有 Q 技能的，你必须要等技能 CD， 进化 Q 的螳螂不需要等技能 CD， 因为技能 CD 好得很快，这是区别，并不是说坦度增加了，而是思路不一样，打法不一样。单手减速一下往回拉，开始技能直接反跑 ，A 一下 WQ 接平 A 直接秒一个往回拉，再一刀，再一下 Q 一下，先往回拉，等个 EW 减速，我觉得这边可以减速一下，先往回拉，给个正脸。咱们跳上去给个背身往回拉，给个 W 技能，减速到了他必死无疑，这个 Q 能带走 ，Q 一下，伤害非常高。
可不是吗？工具人呗，那咋整啊？这把确实没有拿到人头。这边大招 CD 好了，咱们这个大招 CD 好的很快啊，在这儿假装走了，然后实际上从这旁边摸过去，但是好像有眼，咱默认亮了，说明这位置有视野，直接拿吧，这就不让了啊。兄弟没大招没屏障，这波可以杀，开扫描照一下，这个 W E Q 一先秒一个往回拉，开始选择加速，这边再减速一下往回拉，接个 Q 就带走了。我是真能打工啊，我是打工仔。哎呀，是真打工，也还好吧，也七个人头呢。毙了啊！1700块钱，我们把药卖了，正好1800买幽梦。把幽梦买出来。我要刺穿他们。然后咱们兄弟们，我问你们一个问题，你们有没有感觉进化 R 的螳螂这个 Q 技能一 Q 半血就比进化 Q 的螳螂伤害要更高一些，有没有这种感觉？咱们现在可以秒诺手了，可以秒，我去找诺手位置，我要秒他一波。有眼有眼有眼，咱们认亮了。错，知道为什么进化 R 的螳螂这 Q 技能伤害更高吗？因为进化 R 的话，基本上我们选择上就是孤立无援，肯定是有孤立的，没有孤立我们也不会上。所以说进化 Q 的螳螂的话，有的时候不是孤立咱们也上。所以说是并不是 Q 伤害变高了，而是进化 R 更容易找到孤立无援的机会了。我们打的每一个 Q 技能都是孤立无援的伤害。再一方面就是我们进化 R 的螳螂基本上不出肉装的，就做纯输出，一点坦度都不要的。如果你进化 Q 的螳螂也出这个装备的话，你的容错率会很低，但是你的伤害一样很高，会比进化 R 的螳螂伤害还要高，因为你在相同时间可以打两个 Q 技能，只是一个错觉。这会绕个后，别急，稍微蹲一下，在前面的草里开始往前走，这个 W E Q 直接秒，闪现拉出来，哇，好危险这一波。进草 Q 一下往回拉 ，W 再减速一下，有点危险啊，有点危险。我想杀的不是这个诺手，我没有想杀这诺手。说默认可以看眼的，麻烦下个载个游戏玩玩。默认可以看眼啊，可以看眼。默认可以看眼，但是不能排眼，排眼需要有扫描才行。后边藏一下。
这把打的有点太稳健了。恭喜这个爱你的守护中奖了。哇，我守着歌没中奖吗？我半首歌没中奖，半首歌在不在？我半首歌没中奖，恭喜这个叫爱你的守护中奖了啊！我们去杀个诺手，你看这波诺手很肉是不是？你觉得我们打不过，但是我们能打得过。我给你看一下伤害，这诺手就是纯虚胖啊，他打不过我们的。A 一下 WQJ 一拉出来，开始往前走。Q 一下 A 一下 W 一下直接带走了，是不是虚胖？伤害很高，咱们其实咱们不交易就顶着他上，他也打不过的。但是咱们不交易的话，他可能说外圈 Q 回血，这平 A 能把大招劈出来，然后咱们杀了他剩一点血，这操作就显得比较寒，所以咱们还是交个 E 技能，把他这个 E 躲掉，能省点血就省点血。否则到时候就会有人说了，说哎，你这也就是伤害高，一点操作都没有。我上我也行，升一技能。这啥呀？收割了，开始往前走。哎，哇，我怎么没有一个瓶没带走他呢？我刚才这一个瓶没带走，我直接去干诺手了。这一下瓶让红 buff 给烫死了啊，有点伤。否则咱们这波的话，这个跳的能更顺滑一点，这波跳的有点不太顺。不是很滑，来个 W 技能减速一下，距离有点稍微短了一点点。好，这边可以杀回马枪啊！注意这波细节，这个叫回马枪，我们经常用的一个套路。来，走到这个位置，开人开幽默往前走。这一 W 减速，开始往前走 ，A 一下 Q 一下接 E， 开始技能再 A 一刀，接 E 拉出来，反手给个 W 再减速一下。哎，我这两波这个平 A 伤害怎么这么低呀、啊？有点不对劲儿，兄弟们。先往回拉，别着急，等个收割机会。背一手接 E Q 拉出来，接 E 接平 A 接 W 技能，但是被定住了，接 Q 技能接平 A 带走一个再 A 的一刀。我是想挂机了，真的。这几波这个伤害是真的尴尬的一匹。这伤害正好差那么一点点，我要是再多两把长剑，这几波就好了，就得劲儿了，就差两把长剑的伤害。来一个愤怒合击啊，补一下伤害，还有一波操作空间，兄弟们，咱们这波伤害是完全够用的啊，这波必操作一下，给你们来波点水，大家可以把自己手机的录屏打开啊，这波不点水我倒立起头，必点，除非是真没机会啊，只要出了点水机会必点，就怕对面不给咱们这个点水机会。先去拿小龙去吧，开始往前走，一空中惩戒破洞 Q 一下 A 一下回头反手一个打，哎呀你别搞，你让我自己去操作，我不想跟队友玩了，我想自个儿玩，
这把13个助攻了。打工第一人。行了，没有机会了，兄弟们，队友一波了。哎哎，能定住吧，这波咱们泉水得点一波，伤害不够。哎，拉鸡巴倒吧，嘚嘚了。没有办法啊，这把这队友也挺猛，没我啥事，我都后悔前期帮他们了。这把就疯狂打工，打工打的多了点，反正但是也能接受，看一下伤害啊。好的，哎，咱们有请下一位水友。这位水友怎么跟我玩一样的位置啊？嗯，怎么是一样的位置？难道你是一面镜子？选下路或者是补位可以。嗯，道理洗头，我说了，除非是没有点水机会，刚才就没有任何点水机会，你让谁来也不好使。我点不了的水，别人也点不了。别人点不了的水，我能点；我点不了的，别人肯定也点不了。就刚才没有任何机会。那下一位说。